行啦，哎呀，你醒啦，怎么了？生气了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你先没事吧你？嗯，怎么了嘛？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换件衣服。你还换件衣服喊我出去一下？你不高兴了？我给拿个雪碧，去火的。嗯，好。哎，饮料呢？扔了。 相信你吗？那好，我不多想了。我相信你。你真的相信我？我只是觉得他现在挺难的。为什么？他吸毒。这么严重？ 我一点帮他戒毒，他在这儿没有别的亲人了，我不能眼看着他毁了自己。小爱，其实你早该告诉我的。我只是想，这只是我和他之间的事儿。再说，他也不愿意让你知道，他是那样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自尊心挺强的人。 你呀，想法总是奇奇怪怪的。
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你真的还相信我吗？我知道是我不好，平时脾气也不好，又惹你爸爸生气。乐言，你别怪我。他解毒有希望吗？医生说这几天是最关键的时候，一定得熬过去，不能接近毒品源。我想住过去，陪着他熬过这段时间。住过去？我最需要的是你的相信。你是我男朋友吗？不会有事的啊，要相信我。小爱，这件事你得让我想想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。反正我一定要帮助他，陪我一起熬过去吧。真的是很残酷，过去多健康快活的一个人，就生生地变成了这个样子。我还记得他骑在摩托车上的样子，我就在他后面，这种感觉不会有了。他连车都买了，他也要毁了。乐言，别怪我，陪我一起扛。现在要付房租费、水电费、电脑公司的制作费，还有一共付多少钱？一共32710元，还有零用钱。那咱们账上了？账上1000多一点吧。好，你出去吧。哎，人家楼主今天下午就要。我会想办法的，你出去吧。看我干嘛？会想办法。哎，别找你爸，咱们总得自己解决一次问题吧。那怎么办呢？老吴那批款死活就不给了，白干了。有种，你把那笔款收回来。哥们儿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嘛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有个主意，来，这。哎，我也是没办法。这样吧，这笔货呢就给你做了，也就是说呢，由你们公司来接货，发票都是全的，我可以拿给你看，没有问题，你坐地收钱就是。这事儿保险吗？没有问题啊，我怎么会坑你呢？这都些什么货？也就是手机什么的。哎，小兄弟，你放心，这比你做广告来钱快。这回你可别再蒙我了。哎，怎么会呢？好吧，这事我干了。设计终于完成了，大家都在祝贺，说我有好运气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在这交了好运的笑脸背后，我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。好久没见小爱了，只是每天互相通一个电话，发个传呼什么的，知道对方在干什么。这么说他是为了帮他戒毒？哎，那你大可以放心了。放心？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你别那么主观，要是他再和那小子好上怎么办？他说他爱他。是吧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日久生情啊？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成语，古人把这句话从古代流传到今，那是有它的原因的。别胡说八道，乐言可不是像你说那种偏执狭隘的人，他要我和他一块扛过这段日子。等他好了，我们还会在一起。我觉得你应该答应他。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提出这种要求来，本身就对你已经很信任了。是，他要我信任你。他说我如果不能给他信心的话，还不如现在就分手，他不会怪我。对女人，你得听我的，你就得将信将疑，
半信半疑。哎呀，好了，是乐言都快被你说晕了。乐言，就好像平常你和小爱打赌一样，只能选择一个可能性，信任或者是不信任。如果说你现在选择了不信任，那你大可以撤走，因为你会心平气和，心安理得，你不会再痛苦和猜疑，因为这是结果。可是如果说你选择了信任，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，信守自己的信任。也许你会很痛苦，因为你必须等待结果。若彤说的对，这就如同打赌，选择了不，我连机会都没有；选择了是，至少我还有一半机会，哪怕是另外一个结果，我也值得。至少我会因为爱而痛苦。喂，乐言，是你啊？小爱，我要见你。对，马上。那好吧，你过来吧，我等你。好几天了，你知道吗？瞧瞧你，瞧瞧姐姐，这最好的刺真的好劲。瞧瞧你，你别摸我了，没戏。瞧瞧瞧你，是不是特讨厌？我们都不烦你，小爱她也不烦你，她只是难过。对不起，哥们儿，我也没办法，我没有别的亲人了。你别让小爱她太难过了，她真的很不容易，你应该坚强点。让你受累了。你呀、啊、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熬不住了？没有啊，
又撒谎。我知道，这种事情一定要有一个人特别坚强。我真是扛不住了，好几次我都想回去了。我太想你了，小爱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不听。你听我说呀。不听。你听我说呀，小爱。不听，不听，不听。那咱们脆丁科吧。你要是赢了，我就听你说。太苛刻了吧？那我就不听了。那好，来吧，脆丁科。脆丁科，脆丁科，脆丁科，脆丁科。我赢了。那你说吧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打算和你一起扛着度过这段时间，也许那样才会是我们的日子。行吧。哎，下批货什么时候到？大概再过一个星期吧。怎么样，没骗你吧？算你对得起我。哎，小心点啊。走，上去吧。哎，好，上去坐吧。哎呦，这都是给咱们公司发的货啊。对，咱们就过一下手，收他们点手续费。哎，我看你们全是手机啊。别乱动了。这批货的来路你清楚吗？那个老吴，我看会不会出事儿啊？你别意气那么重嘛。这批货的手续都是全的，我全看过了，你就等着收钱吧。啊，真的。下批货过两天就到，到时候呢我就过来了，你帮我盯着。行，没问题。好，该起床了，祝有好心情的一天，艾小姐。也许是做了选择，我出奇的平静，每天特别的忙碌，我有意让自己的时间安排得特别满。我知道，我是想一天一天的在等待，等待小春好起来，等待小爱回来，或者是等待别的什么。喂，是我。你想我啦？你要记着吃早饭啊。我也想你了。你要带我吃披萨饼啊？好啊，那什么时候啊？评选十佳记者才给我们一个名额，这太少了。嗨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？我觉得肉童不错，人家节目收视率就是高。突发事件的现场报道，内容本身就是收视率，这明摆着是能讨好的节目吗？人家做的确实是新闻，第一时间，第一地点。机会，没别的，就是机会。哎，你的水货手机什么时候开始拍？我早就跟主任说了，这选题没法做，听着挺好的。根本没法运作。
又得藏着又得掖着的，还不一定讨好。找大腕儿呗。大腕儿，大腕儿只做刺激的。哎呀，大家都是同事，说好重要。若彤，若彤在不在？在。若彤，哎，若彤，主任找你。啊，我马上就来。领导，一个包的领导，打个话，打个话，以后还都想让你关照。行，好嘞，那先这么着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会啊。好久没跟我们若彤在一块坐了啊。怎么样，十佳记者，今天是要买单啊？你这人怎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？哎，我看你今天挺高兴，挣钱了。他挣了点钱收包。行。要是挣钱挣这么轻松啊？哎，我要是能坚持干下去的话，到了年底我请你们仨洗马太阳。不就是一个破？若彤今天心情不好，别拿她开心。心情不好，她呀，她要是不是那么能干的话，她就什么都好了。哎，你怎么那么烦啊？我们俩这刚劝她半天，你一来就指责她。我没说。我的确活该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又来了，杨正。你一句话，我们一个晚上都白费。哦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感情上了吧？若彤在单位，跟你说也没有。哎，若彤，古语云：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堆高于岸，浪必湍之。”我当了什么事儿？不就是你太能干，招人嫉妒吗？这也不是很正常吗？是正常，可他老给自己加码啊。是得加码啊，要不然那不让别人说对了吗？你今天晚上怎么那么讨厌你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一想，要这样一直做下去，我心里就觉得委屈。干嘛要觉得委屈啊？漂漂亮亮的把事做成了，你就享受成就感。我要那么多成就干什么？你忘了，我们大家可都替你记着他。当年你可是说你要当记者，当女记者，还要当著名的女记者。我有这样的理想吗？水货手机这个选题不太好，我们策划组已经准备放弃了。我有兴趣。这种调查选题不是你的强项，也不适合在你的栏目中播出。若彤啊，一个好的记者，并不是什么都同样出色的。你是我们的王牌记者，参评前夕，我不希望你。主任，谢谢你好意。我觉得，如果这选题做不好，也许就说明了我并不完全具备一个优秀记者所需要的条件，评不上十佳记者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是不是有人背后议论你？不是，我只是想锻炼我自己。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，也包括我自己。哎，看什么呢？这么专心啊？你管呢？哼，琼瑶吧，怎么没见你抹眼泪啊？还傻笑？你才琼瑶呢，人家看的是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。听说过，说什么呢？哎哎，我给你念念这段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要搁那启蒙我，你自己就没文化，你还启蒙我？讨厌，你听不听啊？那念吧念吧念吧，嗯。不管怎样，我喜欢现在这样。我说，我是说，就像现在这样，跟你坐在一块儿聊聊天，逗着。你知道那首歌吗？你要是在麦田里抓到了我，我将来喜欢。那是一首诗，是你在麦田里遇到了我。不管怎样，我老是想象，有那么一群小孩子，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。几千几万个小孩子，附近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大人，我是说除了我。我呢就站在悬崖边，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，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跑来，我就把他抓住。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，也不知道自己往哪边跑，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抓住。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，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。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，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。喂，啊，是你啊？啊，
准备不说一声啊？有胡思乱想的吧？哎，你烦不烦呀？我担心你，你都快好了。你担心什么呀？我又不是你儿子，你又不是我妈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想了。那就好。我也要回去了。来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来。来，快。办完事儿，码好了啊，轻点啊。去啊！哦，贝贝过生日啊！好啊，好啊。最近啊，挺忙的啊，在经商，测神秘。到时候节目做出来再告诉你吧。哎，等等，谁啊？我，乐言。哎，我跟你说了，乐言来找我啊，拜拜。哎呀，别闹了！他搞得还挺神秘，什么都不肯说。他喜欢你、啊，谁啊？谁啊？若彤啊！哎，我们是老同学了，一直是朋友。一直是朋友啊？嗯。你在那个大学里，除了那个文会，没有就啊？嗯啊啊！有共啊！我们几个就是太熟悉了，所以大家只能做朋友，不可能是别的。其实我挺羡慕你有这么一些好同学。你现在不也是其中一员了吗？是吗？以前和你在一起，总是会有点紧张，有点胆怯。现在倒是平静了。因为你现在在小安那儿紧张了。你别挖苦我了，若彤。我真的快扛不住了。我打的那个赌，恐怕要输了。怎么了？出事了？要是出事了就好了，那也算有个结果。像现在这样，一天一天的，我们靠手机和呼机联系，他又和别人在一起。可是，你答应要相信他的。我知道，我是在和他一起扛着，也许这样真的会熬出个好结果来。可是你一想到……你爱的人每天都和别人在一起，即使你知道没什么，心里也总会不太舒服。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你既然选择了信任，扛得住要扛，扛不住也得扛。我知道。
一切都来得太快了。就在我几乎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小爱回来了。我的选择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。我只是不知道，我还有勇气和信心再做一次这样的赌注。这个念头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，我甚至觉得有点可笑。咱家人都待了四天了，那供应商还没露面，会不会有什么变化？是不是你暴露了？老板说你有点面熟。啊，会不会他们计划全都改变了？别着急，咱们再坚持下去，我想明天应该会有结果吧。不过我应该回避一下。嗯，小林，明天你去吧。嗯，好。慢点吹，别吹爆了。爆了没事啊，就一个气球嘛。那不行，爆了咱俩就完了。着急了吧？嗯，我饿了，我要先吃饭。那咱们去哪儿吃呢？嗯，你想吧，我累了，我懒得想。嗯，要不咱们就去我们单位旁边那家吧，那家好像还不错。喂，毛毛，小春怎么了？他又犯了。那你找我干嘛呀？我不管了，他死了才好呢。今儿又算是泡汤了，白等了。要不你还是去吧。我受够了，这种生活我过够了，我不能眼看着一个我爱的人干那种事情。我根本就是在跟一个我抓不住、摸不着的东西在做较量，他挡在我们中间，我却拿他没有办法，我累死了，累死了。好了好了，咱们不去了啊，来，走吧。哎，小林注意了，来车了，小吴快点。小林别紧张啊，拍细节一点，每个人脸都要拍。坚持干下去的话，到了年底我请你们仨洗马泰。我都要成神经病了，只要他一不在家，我就想他是不是又去哪儿飞去了。只要他跟我要钱，我就想他是不是又要去买那个东西。哪怕他在厕所里待时间长了，我都想推门进去看看。你还是去吧，你不去也会老想着。这是我家的钥匙，不管多晚，来我家吧。我会十二点之前就回来的，无论如何我都会回来的。快去吧。谁都管不了他，再等一会儿啊。
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嗯，不会是想我了吧？哎哎哎，哎，我说行了，弄乱了给我收拾啊。烂泥巴糊不上墙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你说谁呢？你还管着我是不是？你要烦我，你滚呢！你以为戒毒就那么容易吗？就这一次了，真的，啊，就这一次了，没人能受得了你。自从你染上这个东西以后，你看你还像个人吗？啊，你也不需要我了。哎，小爱，你别走，别离开我，好吗？对不起，您呼叫的用户没有开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is out.喂，请呼一下6320，呼50遍、100遍，留言就说让他赶紧回电话，赶紧回家，我很想见他，马上就现在。对，姓乐，快乐的乐。是你吗？是我，珊珊。来接我吗？我想出去转转。啊，好啊，5分钟后我就到。你很爱我。我发誓。不要发誓，讨厌发誓。小爱，求求你，别离开我。你真的要走了，我也就彻底完了。你不知道我有多孤单，我比你想象的更依恋你。每次我回到这个家的时候，所有东西都在，可就是没有你。我很孤单，你无法想象我多爱他。我原以为我们能够像这样一直好下去，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心里多脆弱。
你陷得太深了，对周围的一切你都视而不见。我怕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这儿的一切都在，可他没有。你喜欢我吗？你现在自由了，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？你难道不怀念我们从前的日子吗？我怀念，可是我更珍惜现在所能得到的。其实我比你更恨那东西。那你为什么不能对自己狠一点呢？你喜欢刺激，喜欢不受约束，可你毕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可以这么生活。我从来没有奢望过你什么，我只希望得到一个健康的人，没有谎言，平平静静的过日子。再一次一次地等下去，我不能让他再失望了。你喜欢我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就是喜欢了。可能吧。你怎么了？不大高兴啊？不知道。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我倒是挺高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高兴的时候，我能在你身边陪着你。不知怎么回事，看着你，觉得你特可怜，所以想陪着你啊。是吗？瞧你，像孩子一样。有时候我也这么想。小薇，